当归的属性、功效和作用，无聊死了。是你呀！哎，大老远看的就是你，好巧啊！你怎么上来了？我上来的时候可给了城门官一锭银子的。哦，我给了两锭。怎么又学我？那倒没有。你喜欢李玉峰，我就不喜欢。你专门来看我的？是啊，长安城内最近风言风语，再传隔壁山上最近闹妖，专门抓人挖心用来练功。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下你，小心妖怪。呸！什么妖怪不妖怪的，我才不相信这天下有妖怪呢。不过我看你倒挺像妖怪的。嘴还是那么毒啊。无恙，听说有门武功叫玲珑引，练此功者需找七巧玲珑心用来做药引入药。不可能，天下就没有此武功，所有的武功一旦嗜血而成，必是死路一条。所谓说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不长久。好，那你接着听风赏夕阳，告辞。告辞。玲珑心药引，七巧玲珑心以活人心肝入药引，可炼成奇术。每食一颗练功，可增加十年功力。被此功伤者，无医可解，必死无疑。必死无疑。这么可怕。我立刻拿着去交给张梅山。你让张梅山告诉大家，就说凤凰山上死了个猎户，那猎户叫什么，他为什么就死了呢？叫李水旺，被凤凰山上的妖怪给咬死了。是李阿旺。公子，咱们这么骗下去，一旦事情败露，我唐天行的一世侠名怎么了？怕了？我看你是不想还你的赌债了。韩门主，我向来觉得你是一个做事情牢靠之人，所以我就再告诉你个大秘。这些年我在江湖中屡次听闻，说凤凰宫内藏着一本可以称霸武林的秘籍，叫玲珑引。你只需让张梅山等人
带着众人去捉妖，待他们与妖怪周旋之时，你便可以夺取那秘籍，假以时日勤修苦练，等到大功告成之日，你便可以称霸武林了。若能如此，多谢公子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小旺，小旺，旺嫂，唐门主，小旺，你确定李阿旺上山了吗？没错呀，他跟我说要打几位野卫去长安送给赤罗家的管家，换一个看大门的生计。这么久没回来，后来我一看他的鹰犬叼着他儿子的铜锁便自己回来了，我就知道肯定是出事了。哎，凤凰山一直闹妖，早就听说凤凰宫里住着一只千年老妖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。哎，这下怕是有去无回了。哎，你对这熟，向前面看看。诸位英雄好汉，刚才我讲的故事就是唐门主昨日在凤凰山亲身经历。我说李大哥，你可别吓唬我啊！怕就回去吧，别跟。谁说我怕了？小爷我是吓大的。李大哥，你在看什么呢？你看，越过这座山头就是。干什么呀，李大哥？那么好的一把刀，你怎么随随便便就把它给扔了？
如今天下太平，我也不需要留在长安了。我想远离这些。你为何不要呢？江湖中人来去自由。哎，李大哥，那你说我算不算你的知己啊？哎，你不用回答。那薛姑娘怎么办呀？李玉峰，你这个混蛋，哼，出去云游你都不带上我，你死了算了。哼，不行，你得毒发身亡，快致死了，被人抬过来让我医治。嗯，我就是不治，我气死你。哼，我还得让你求我，求我还是不治，我得看着你一点一点毒发身亡致死。哼，李玉峰，你这个混蛋，九爷说了，让我照顾好你。你砸的这些都是鹤顶红和孔雀胆，都很名贵。也是。他还说什么了？没说他们去哪儿啊？他说他会在路上留下记号，只要你点头答应，就让我编个谎话。风动，心动，人动。
你可知闯入我百花谷是多么大大的道理？我凤凰山的一草一木都用白骨滋养，血液交换，只要你踏进半步，定会生不如死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上山捉妖。今日的天色有异，怕是多有不测。各位兄台，何不另择一良辰吉日再上山捉妖啊？请问少侠从哪里来？长安。既然兄台从长安来，难道不知道城里正在悬赏捉妖吗？你们几个就不怕送命吗？我们人多，抓住妖怪又能换钱，还能得到神功宝典，岂不两全其美的好事？我们走。喂，李大哥，他们凤凰公主，你这几招金针倒是跟家母有点像。公主姐姐，江湖之中尔虞我诈，我看你细皮嫩肉的，不如跟了我，好歹你也算有个依靠啊。无耻之徒。贼人趁我们练功擅闯入谷，罪大恶极，看我杀了你。可惜了，我还不知你功力深浅，断然不敢正常与你交手。李大哥，我们不是说好了上山捉妖的吗？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喝起酒来了？妖我是不信的，不过那本武功秘籍有可能是真的，所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捉妖。你说人的贪念怎么那么可怕呢？你说的对，是人是妖就在一念之间。九爷爷，九爷爷，九爷爷，叫，哎，叫，这个孙子怎么来了？九爷爷，李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九爷爷出事了，薛姑娘出事了。啊！你们这一走啊，薛姑娘就被人绑架了。我原本想追上你们，告诉你们一声，这还真是。喂，李大哥。饰演的不错。自古痴情空遗恨。怎么还不来呀？死哪儿去了？一会儿让你看着我吊死在这儿，让你心疼死。不过能抱着我下来也还不错。来了来了，
出去吧。你们干嘛？你们等会儿，我上吊了！带走。抢先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嗯，这显得也太逼真了吧！李大哥，有吗？没有。薛姑娘，薛未央，你赶紧出来，别玩了！这什么味道啊，李大哥？几位姐姐，你们真的好美啊！几位姑娘是在此等我们吗？我家夫人有请。我们为什么要去？雪未央在我们手上。好了，说吧，我听着呢。我说，我要死了。哦。你真他妈冷血呀！你就舍得让本姑娘在这香消玉损吗？我当然不忍心啊，我那么喜欢你。可你这个女人太毒，拔根头发都能毒死人。身上带那么多毒药，给自己选个舒服点的吧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只要毒死了多难看呀！我这一中毒，脸上都是黑的。万一吕玉凤来收尸，看着我脸上黑漆漆的，多难看呀！他会嫌弃我的，我这脸往哪儿搁呀？女人真是麻烦，死你都不怕了，还想那么多。哼，你不是女人。你又怎知女人心？你不知女人心，你又怎么会得到一个女人的心呢？得人心，得人心他行啊！你又抓了一大夫？不是大夫，是女妖，挖人心那个。女妖，你！我早点说，我缠这么酸，你这是哎呀！要不要我帮你啊？怕了？他每隔三个时辰发作一次，你每隔三个时辰给他喂一次那个什么肺功散，他武功废了，你自然安全了。我没带。我今天看着李玉峰了。在哪儿？想见他呀。啊，那你就乖乖听我话，每隔三个时辰喂他一次药，不然的话，你这辈子别想再看着他。
人人都想进赤裸府啊，哪怕当一个扫地的丫鬟呢。是啊，是啊，就是。哎，我这也是一番好意，替你测测李玉峰是不是好色之徒。聪明的话，你就乖乖听话；老李那个女人，我就交给你了。 事成之后，我自然放了李玉峰。罢了罢了，你们几个，谁会解穴，赶紧帮我们解穴，然后出门，直奔赤裸府，告诉他们我赎了你们，以后啊。 你们就是我赤裸精的人了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如果以后你们夫人来找你们，就直接让他去找我的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，哎，八哥也行。薛姑娘已经被我们家公子送到山上去了。什么山？这个我们不知道。不过我们公子明日要出城。你们家公子住在何处？这。 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你们已经是我赤裸精的妾室了，啊！哎，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赶紧给我说实话。是相公。什么？我。老总。李大哥。 你刚才一直在演戏呢，你啊！你们都去赤裸府躲起来吧。喂，李大哥，你先把他们把穴给解了呀！你等等我呀，李大哥。喂，不好意思，四个姑娘，先告辞啊。喂，李大哥，这李少侠果然厉害，公子和夫人怕是遇到对手了。天高物大，小心如。 天高物大。
就想不通了，这明明是服了肥公散，怎么气色反而越来越好了呢？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。我救了你，哎呀，没有没有，我给你服的不是什么好药，是肥公散。不是我要喂你的，是贺若兰那个贱人让我喂你的，他让我三个时辰喂你吃一次，现在已经过了六个时辰了，我没喂呢。那姑娘就再喂我一颗吧。不行不行，你会更严重的。难道我现在还不够严重吗？我不想害死你。姑娘就你要干什么？多谢姑娘的救命之恩。为了报答你，从今天起你便跟在我身边，叫我姑姑。你可以成为我的贴身侍女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姑姑。凤凰公主。不是让你站在这儿别动，姑姑，你在吃什么呀？天下第一药王的徒弟，就这么点大事？
姑姑，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等我的功力再复一成，就去找我的和你的仇人报仇。舞龙。轻易的出卖主人，他们在长安城内行踪不定，驻足隐蔽。照这样下去，我们明年也找不到何如兰。什么地方？为何闹市中会如此阴森呢？孩儿已准备完毕，马上可以将您易容成凤凰公主的样子。那李玉峰呢？他被我点了穴，困在万花楼，有梅兰竹菊四匹看着他。好。还是要防着他点儿，别让他破坏我们的计划。有雪未央在咱们手里，他不敢乱来。啊，但愿血未央他肯乖乖的喂药就好，不要瞎折腾就行了。这个母亲可以放心，血未央那边已经知道了我把李玉峰困在万花楼，所以他自然也要乖乖听咱们的话。好聪明的孩子啊。像吗？像。看样子我的功夫你学的真的是炉火纯青。都是母亲教的好。你可越来越招人烦了，李玉峰，偷听人墙根可不算什么真本事。我们也是刚到此地，不知这窗内的是贺兄，还以为是一对偷情的男女。
住口！贺若兰，你把薛姑娘给我放了！你这个无耻小人！什么薛姑娘、白姑娘，我没有见过，滚出去！你少放屁了！你把薛姑娘给抓了，你当我们两个是傻子吗？你们两个最好给我搞清楚，这里是我家，我没有问你们为何擅自闯入，你们反而在这给我胡说八道。在下打扰贺兄和家人，话别离了。就是你，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卿卿我我，你们两个害不害臊？母亲，李玉峰身为一代大侠，说话竟然如此轻浮。玉峰不知此事如何，难道也被凤凰公主控制住了？我这个大傻竟然帮助一个女魔头害了这么多人。兰儿，为了以绝后患，娘已经私自惩罚了那凤凰公主。明天清晨，娘会派人将她和雪未央装入箱中，运至凤凰山。我要让天下群雄见证我首任千年老妖，让他们在我面前俯首称拜。好，母亲，孩儿抓那雪未央是为了让她给凤凰公主喂药，好废了她的武功。如今目的已达到，孩儿想放他回去。
不行，他那么能干，我要让他成为我的侍女。还愣着干啥？快去准备吧。是。莫非这山上真的有妖？那些话是你编造出来骗那些蠢才侠士的，现在连你自己都信了。这凤凰宫着实不简单，孩儿虽然抓了凤凰公主，但是里面机关密布，难保不会有其他的才能意识。凤凰宫前几辈确实是可以呼风唤雨，但现在一代不如一代。你那么轻易的就抓了他，还打伤了几个侍女，你的功夫在他之上，这你大可放心。不过你的计划娘倒不是很明白，我们既然抓了凤凰公主，把她献给天下群雄祭祖，现在还要假冒她，寓意为何呢？此番群雄上山皆是为捉妖和那秘籍，我们便假冒凤凰公主，制造妖怪杀人的假象，来一个杀一个，假以时日，世人便知道这天下英雄皆是被这千年老妖凤凰公主所杀，并不知道我们的计划。届时群英激愤，我们再将这老妖怪献出，这样我们就能轻松统治我们。好计谋，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隐恨，恨自己太贪太傻。不过傻子是没有资格统治江湖的。诡异，总有变动。你们先找个山洞躲一躲，我带一队箭子在前面探探，你们随后跟来也不迟。他是不是妖怪来了？我就是来找妖怪的。来了，正好捉住他。沛公，我和你同去，万一遇到了玲珑眼秘籍，也免得你落下要独吞的罪名。行吧，走。
他们怎么还不回来？他们会不会有什么不测？难道是被妖怪吃了不成？如果妖怪集体出现的话，我们会全死的。饶命啊！饶饶命啊！杀了他！母亲，他是四把刀的堂主。饶命啊！进了山谷一样是死。既然遇见了我们，死在我们手里又何妨？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啊！母亲，穿过这个花道，便是凤凰宫。兰儿果然聪颖，连凤凰宫这么隐蔽的地方都可以寻得到。并非孩儿聪颖，实在是这个凤凰公主太过愚钝。母亲，这除阵看似简单，实则是以八卦阵型摆放，普通人进来定然会迷失方向。可孩儿未曾想，母亲竟然如此轻松，而且对八卦阵也略有研究。孩儿设下如此弥天大计，为娘为了助你成功，平日在书房里也读了不少关于奇门遁甲的奇书，所以才能破得此阵。是啊，这凤凰宫上得容易下得难，等那帮傻子都集中到宫中，我们便可不费吹灰之力将他们一网打尽，将天下
收入囊中。公主，兰儿，你带两个侍女出去把箱子取。是。梅公，这凤凰公主果然狡猾，竟然把她的宫殿建在这等深山密林之。老妖，我们今天就收了你。那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尽管出招吧，我死了，后边还有大队剑客等着要你的命。识相的话，就赶紧把秘籍交出来，要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废话真多。别说。
什么样的？毫发无损，只要你不多管闲事，几日后便还你。贺老板，还有什么诡计吗？公主，你不是被我母亲挑断了手足经脉，关在瓮中吗？我母亲呢？这还要感谢你关在地窖那个小神医。要不是因为你每三个时辰让他喂我一次药，恐怕我还没能好得这么快。今天我也要让你尝尝偷袭的滋味。我要把你的心肝扒出来，练我玲珑饮的最后一次。我死又何妨？但是我母亲呢？还有救了你的那个姑娘，你把他们怎么了？真枉费你还是个聪明人。那夜我想找你报仇，识破了你的诡计，挑断了你母亲的手足经脉，假扮成你母亲跟你出了长安。一路上我都知道李玉峰就藏在车底。但你却不知道你母亲和那姑娘藏在哪儿。公主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母亲，母亲！好姑娘，姑姑是不会害你的，只要你发誓跟着我。你到底是人是妖？你说呢？我吃了那么多七巧玲珑心，早就已经麻木了。你还骗我？七巧玲珑心根本无法练功。我何若兰，我骗了你，七巧玲珑心可以练功。他已经练成了玲珑影的功夫，此刻恐怕早已是妖了。我隐居山中50年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连当今谁是皇帝都不知道，我连如今是什么朝代都不知道。是你把我抓下山，我开始只想复仇，但是我听了你的计划，觉得也不错。
一统江湖，让所有人跪在我面前，害怕我，崇拜我。自从你杀了那些剑客，我便起了疑心。我母亲虽然有野心，但绝非心狠手辣之人。你还将李玉峰打下山崖，这个老妖婆！那小子功夫不错，但是以我现在的功力，一个李玉峰再加上你，对付你们可能要损伤我的一些元气，所以刚才我是假装战事失败，等你们鹬蚌相争，我好坐收渔翁之利。我贺若兰跟李玉峰斗了那么久，到最后被你给算计了。当今世上最有前途两个高手死在我的手上，也算是我的一种荣幸。我已经杀了那帮傻子剑客，再杀了你，我就可以得偿所愿，然后我就可以血洗长安，天下就都是我的。前辈，高兴得太早了。李峰，李峰，我第一次盼着你不死。我就知道你李玉峰怎么会死得那么轻易？刚才我和贺兄打斗，突然间多出一个人，我当时就觉得其中有鬼，于是我将计就计，跳下悬崖。我带我看看你还有什么诡计。好，果然聪明。那不如这样，你我殊死一搏，赢了人你都带走，输了就都葬在我的花梗下。好，替我照顾未央姑娘。穴道解开啊！我受了内伤，又中了他的毒针，我无法运功。你个笨蛋！我的腰间有个纸包，纸包里面有解药，你快来拿。这是我师父给我的，里面有三颗采自天山雪莲的花蕊，叫百花服毒丸，它是治内伤最好的药，你快吃了吧。我就吃一颗，吃完快去救李玉峰。走之前，我想问句话。
你不是他的对手，先顾好你自己吧。打成这样，好意思说我？我要真死了，照顾好我母亲。你这是何苦？自是因我而起，我何惹来不比你差？ 滥杀无辜之人，终将不得善终。天下和名利
在生死面前，终究是过眼云烟。可怜你独守空山，用了近百年的时间修炼你这身皮囊，最终还是没有参悟无血的真谛。现在你解脱了，来世好生为人。好生为人，好生为人。本来是人，是你们逼我这么要的。罢了，照顾好鸳鸯姑娘，她跟我年轻的时候。赫尔兰，赫尔兰，赫尔兰，怎么样了？我把你母亲医活了，你快醒醒啊！快醒醒！毒液攻心，来不及了。他们这两个七窍玲珑心可以做药引。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，除去心魔即可成佛。凤凰灭亡再生若来。Yeah.
陛下，城东、城西、城南、城北四个刑部的大狱被人劫了，死刑重犯四大恶人跑了，
正在街上杀人，那赶紧派人去抓呀。
主人，我们还未追到城门，你不见恶人踪影？封锁所有城门，查。是。大牢的守卫名单。这。家冥婚，快快快，去大理寺，出事了。这条路有三条岔口，通往不同的地方。这帮杀手恐怕早已融入百姓，藏起来了。若强抓了百姓来盘查，恐引起民愤。算了。你给我走开！我桃李生路旁，我不认识你。归来酌美酒，血色上高堂。不要怕啊，救姑娘，有我在，我保护你。你们俩谁呀？干什么？你们俩？主人，他是我九爷爷，也是我爹最小的叔叔。你谁呀？我不认识。我只认识他，未央姑娘。你认识他？他不认识。主人，他肯定不认识。他是我太爷爷的保兵兵根子，老来子。昨晚还闹脾气离家出走，家人找了他一晚上。主人，请以人头担保，此事跟他绝无关系。放屁！我不是赤老家的人，我现在。浪迹天涯，行侠仗义。爷爷，别闹了，快醒醒吧你！我没闹。我也没醉。
亲，有人替我们抓了犯人，还点了穴。带这位九少爷回府上做客。是。带这位姑娘回府，不许和任何人接触，不许和任何人说话，违者斩。四位老臣，魂断市井。父皇，儿臣请旨，从今日起颁布长安夜禁令，日落之后百姓不得出户，全城封锁，查找凶手胡一虎的下落。准。父皇，听说凶案现场有血书天启二字。三弟，什么天启？凶案现场突现血书天谴，儿臣不知是否上天另有暗示，万一这是上天对我们父子的警示。父王，天谴之事不可小觑啊。陛下，此事必有玄机啊。而百姓也会议论纷纷，不利于民生的。陛下。父王，儿臣以重金悬赏尽快捉拿凶犯归案。准。倾泻于你，效命于你，没想到你用完就抓，抓了就杀。狗贼，今天我就要为我兄弟们报仇。被他逃走了。此事不可外传，以你的功夫下回要生擒。是。他怎么会中毒呢？偶遇，几斤的事儿？5斤。
等等，能否助我们抓住胡一虎？久闻剑客山庄中挂着的都是已故江湖前辈的傍身之物，而看守剑客山庄藏剑冢的，这是当年名震天下的前辈林天宇。今日得见，乃御风之幸。手下言重啊！父皇，无始恶人已死，胡一虎查无音讯，儿臣想查一下。儿臣想查一下赵王和三弟。可以拿到四座牢房钥匙的人，官位必须高于诸位大臣。儿臣怀疑三弟。慧儿啊，此事务必谨慎，一定不要惊动其他人。兄弟间的和睦啊，就是天下太平。如果有人以此事小题大做，发难于你，不依不饶的闹上朝堂，朕到时候未必能徇私护你啊。是。是李世民让你来审我的。的确很精致，替你易容的是个高人。我要见李世民。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，岭南后世一族擅长高超的易容术，此乃独门绝技，更不会轻易的给人易容。你跟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哼，你怎知我易容？哼，今天晚上我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你有异样，你看人的眼神很不自然，再加上我祖父又把你错认为他人，这几点就足以说明你的这张脸确实有蹊跷。先把我的穴位解开，我再告诉你。九天玄女内功心法，你是九天玄女功的人。这个玉雕兰花是不是你的？上面点儿，这样捏捏，对，啊，再用点力，啊，啊，啊，嗯，哇，啊，哎，我孙子呢？啊？孙子呢？是罗少爷，秦大人在守卫范女。范女？谁啊？犯了罪的女子。叫我孙子过来。不行，我家主人不让公子出门。什么行不行的？想要我说行就行，走开。秦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以为我找你？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
主人，秦斗胆刚审完犯女。你审的结果是什么？此女是九天玄女宫人，和雄居在南方的反贼贺氏家族有染。何以见得？我在巷子里除了捡到婚服，还捡到了这个玉兰花。我家跟南方做的就是玉器买卖，这玉的雕花我看得出来，是岭南贺氏一族独一无二的刀工，绝无二家。这岭南贺氏擅自起兵，勾结叛匪，在南方滥杀百姓，已被列为缉拿对象。这女子，亲，你有何疑虑？秦怀疑岭南贺氏跟此案有勾结，秦想密查岭南贺氏在长安的动态。不必了，找到胡一虎是关键。主任，这岭南贺氏比胡一虎更具威胁。我说不必就不必了，退下吧。是，属下求见。犯女服毒自尽了。什么？我刚出门的时候好好的。我们刚去送饭，发现他已经死了，地上还扔有一个放毒药的瓶子。主任，我。亲，把他拖出去，葬了吧。是。剑李玉峰，恩公还记得在下。洛阳一别已三年有余，当日救命之恩，玉峰无以为报。今日得见，实属幸事。如今朝政更迭，恩公的身份也和往日有所不同。不是什么恩公，当日也不过是举手之劳。这事儿就没必要再提了。倒是你这两日一直在帮我们，还替我们擒了这女子，真不知该如何感谢。恩公言重了，当日只是意外，因为你家九少爷胡搅蛮缠，我就索性助他一臂之力。至今我也想探知真相。我这九爷爷真不知又要闯下什么大祸，我真是替他担心。居然死了，本想好好调查一番。他跟岭南贺氏有勾结，本就是诛九族的大罪，劫杀大臣的案子跟他们也脱不了关系，顺藤摸瓜应该可以查出真凶。放出四大恶人的也是他们？不，有些事情你要远离才是，更不要参与进来。这几日少不了风云变幻，我跟四大恶人过了几招，就知道他们已身中剧毒，加快了内力损耗，死对他们来说是早晚的事情，对你我而言也是如此，都是权力争夺的牺牲品而已，趁早离开，远离真相。我这儿有一封报平安的家信，这几日太过于繁忙，无法将此信送到家中，在此麻烦你转交给我二弟看。难得恩公如此信任，玉峰在所不辞。多谢。他二人只是点了睡穴。我知道。告辞。醒醒吧。快，继续赶路。
别跟了，早看到你了。你跟了我一路，你这轻功何时如此了得了？雕虫小技，难得倒我。九爷爷，你别胡闹了，赶快回家，更不要在府内久留。为什么？我在帮你查案呢。你查什么案？让你回家，赶快回家，小心横生不测。你怕了？哎，我说九爷爷，你今天说的这话怎么不像你啊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有事情瞒着我。我有什么好瞒你的？你就是疑心太重，整天疑神疑鬼，不够坦荡，所以到现在也只能做一个尚书令身边的侍卫。你二弟汉已经进了大理寺，你三弟楚现在跟着苏将军征战辽东，你说说你，整天无所事事，甘为奴。孙二的确资质愚笨，我只办主人交代的事情。这些年虽然做了不少错事，那也是我敬佩主人为天下百姓筹谋，想一心助他成就大业。九爷爷，这皇家的事情你以后不要参与进来，这几位皇子都没那么简单，就算我们的人头再多都不够他砍。
专属唐门和昆仑等几大门派，发动江湖能人异士寻找尸体和九少爷的下落。寻尸够了，找人就不必了。九少爷，你不能进去啊！滚，都给我滚开！这九少爷，你不是……你给我闭嘴！我今日就是死，我要给秦唐个说法。梅公，你先下去吧。我只尊赤裸情，武功之高足以傲视武林。他甘愿为奴，忠心耿耿，鞍前马后，却不明不白惨死在贼人的刀下。一觉醒来，一个大活人没了，身中十八刀惨死。你的府里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？你的下人用香迷晕我，你知不知道？秦的生死你可担忧过？你非但不闻不问，还有闲工夫在这练字剑客？我今天就是拼了这条小命，也要给秦讨个说法。你难道有什么秘密吗？给秦知道了，非要害死他！不要说胡话。我今早才知道，昨晚有人易容成你的模样，杀了秦。我们都被凶手骗了。你的府里下人用迷香，对我百般阻挡，不让我出门，你到底管不管？凶手狡猾得很，只能等他再次露出马脚。我看凶手一定是在你的府里，你怎么都难逃罪责。你跟我说实话。我现在给不了你说法，一定要有说法的话，一命赔一命如何？拿上这把刀，照这儿刺下去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长安就这么大，教父就你们这一代有，婚轿和马车也都在你们这儿租，你不知道谁知道？真不知道啊！最近没人成亲，也没人嫁女，生意不好做呀，根本没人租轿子、租马车，你来婚娶啊？你到底说不说实话？真不，我你说不说？不说。李大哥，跟我走。我不走，李大哥，我要他们给我一个说法。我。洛阳一别，你还是这性子。李大哥，我侄子死的冤枉呀。我知道。他死的不明不白。我知道。一定要找出凶手，替他报仇。这帮草菅人命的混蛋。凶手有自己的轿夫和马车，不会租用外面的。
作为一个口目，泄露的风险就越大。所以你这么查，都是没用的。我虽然说是长辈，但从小和他们像同龄人一样，和秦四兄弟他们一块长大，像知己一样。如今他死了，我却不能够替他报仇，连找个人问一下都不行。我还算什么长辈？我还算什么知己呀，李大哥？昨天晚上你到底在哪儿？我喝醉了，我酒醒了，我想去找秦问一下情况，却被尚书令府的人给迷晕了，一直待在客房里。我现在只想自己把凶手找出来，管他是胡一虎还是什么人，都必须给秦偿命。胡一虎身为逃犯，孤身一人，功夫虽高，但好像中了剧毒。他逃离长安之后，应该会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不会冒险回来干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，更不可能擅闯尚书令府。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玉雕兰花？没有。什么兰花？昨夜我在窗外看到秦为了一只玉兰花和尚书令起了争执。我家跟南方做的是玉器买卖，这玉的雕花我看得出来，是岭南贺氏独一无二的刀工。我觉得那是凶手的随身信物。画上的这位女子，你可否还有印象？我认得，这个是薛姑娘，药王谷的神医。她死了吗？这是女犯，前日你醉酒后抱着不放的女子。这不是什么女犯，这分明就是薛姑娘呀。罢了，八成又是易容术，想必你也是因为容貌一样，才会醉酒之后抱着别人不放。吕大哥，你接下来去查什么？我跟你同往。还有这个，你是否认识？这是我从秦的尸体上找到的。我大哥有四个孙子，秦汉楚魏，现在汉官居大理寺的少卿，他跟秦的关系最亲近，你可以去问一下他。来找我不只是对弈吧，想知道我大哥的事儿，你就直接说吧。
好复杂，可否借我多研究几日？啊，你放心，我家里很安全，没有人能抢走，而且我能背下来。相信我，我比九爷爷值得放心多了。老爷，啊！礼部尚书递折的辞官，说下一个死的是他。工部尚书递折子说下一个死的是他，满朝的文武啊，半数辞官。陛下，葛德忠，慌慌张张的，你干什么？启禀陛下，礼部尚书死了。启奏陛下，中武大将军崔勇和宁远大将军杨芳今日均因驾旅未能早朝，右谏议大夫裴元昨日偶感风寒卧病在床，中书省侍郎李济因腿伤复发今日告假，还有大理寺少卿赤罗汉因家兄到了。陛下，平身。昨日，礼部尚书给朕递了个折子，说下一个遭天谴的就是他。结果，他真的死了。今日满朝文武啊，告假请辞，朕都准了。你们回家去吧，再也不用来上朝了。父皇，现在何止朝臣动摇，长安已经是死城，百姓或是闭门不出，或出城逃难，长安如死水一潭，大唐江山社稷已经不稳。死城？父皇，尚书省遭遇朝臣灭顶之死，二弟作为尚书令难辞其咎，天谴之谜尚未解开，可凶手仍然逍遥法外，老臣们个个都丧失了最基本的安全，终日惶惶不安，每一个都害怕成为下一个死亡的目标，朝臣如此，何况百姓啊。儿臣认为二哥必须承担责任，四大恶人之首胡一虎逃逸至今，儿臣翻遍长安城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儿臣想请问大哥和三弟是否知道他的行踪？父皇，你听到没有？他刚才说，大哥和三弟是否知道他的下落？二弟，你不会再怀疑我吧？你自己没有能力办案，又恐他人害你，你直接就嫁祸给我，你这招真是高啊，高啊！二哥查不出凶手，就怀疑太子。属实大逆不道，
忤逆太子，二哥其罪当诛。哎，二弟，你要实在没有能力办案，只会栽赃嫁祸，你何不交出你的尚书令回家御马去吧？哎，山民，朕让你佩剑行走，不是让你跟太子对峙啊！此案一直未破，你已经大罪，与太子拔剑相向，更确守大逆不道。孙总理，诺，传朕的旨意。二皇子查案不力，导致人心不安，社稷动摇，免去其尚书令职位，禁足宫中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接触，违者立斩。诺。儿臣会虚心改过。天谴大堂啊！天谴啊！这位朋友，过来喝一杯吧。这家酒馆是长安城中唯一一个江湖中人聚集的地方，没有店家，没有小二，喝多少酒放多少银子，悉听尊便。那我要是不给银子呢？江湖中人自然有江湖中人的规矩，就像你们在朝中一样。这顿酒我请，爽快。姑娘，是这家药店的人吗？我不是啊。你是吗？我也不是。啊，那你拍我干嘛？吓死我了！你们长安坏人可真多。不像呀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
你不是死了吗？你才死了呢！呸呸呸！说什么不吉利的话，真丧气。麻烦姑娘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你什么人啊？我凭什么跟你走一趟？这大唐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们长安就这么欺负人的吗？姑娘，不是这画中人吗？什么呀，还巡视告示呢，我一个大活人好好的站在这儿，你们可真丧气，大白天的长安怎么跟地府一样，你们两个就跟黑白无常一样，真讨厌。哼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要回我的药王谷了。啊，大白天的救命啊，强抢命。我渴了，我饿了。全叔，全儿，这就是九天玄女，你可以报仇雪恨了。她不是九天玄女，你们抓错人了。我刚看到你们抬他进门的时候，他身上一点武功都不会，会也是皮毛而已。谁说的？我可厉害了！不信你把我的血解开，咱俩比试比试。好刁蛮的丫头！这位姑娘实在可爱得很，不如我们放他们走吧。七腿叔叔，你果然是好人，我这放眼一看，就是你最好了。哎，如果你能放我出去，我兴许能治好你的腿。我这条腿已经被九天玄女打伤十几年了，治不好了。我才不管那么多呢，我说能治好，就一定能治好。你们赶紧放了我吧，我真的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个尸体。再说我第一次来长安，我都不知道你们是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姨姥姥。姨姥姥，你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叫这么怪的名字啊？那木头，你笑什么笑啊？你叫什么？姨老爷。你。你是哪里人？可否有姐妹？我是麒麟山药王谷之人，没有姐妹，不过兄弟嘛，倒有三个，不过不亲。庄主。这姑娘跟我见过的九天玄女确有不同，这里有误会，放她走吧。殿下，她二人如此相像，只怕其中必有蹊跷啊。殿下，不如把她关在本庄，我们大家一起到麒麟山探一下。关什么关啊？信不信我毒死你们？再来一位故人，不知道姑娘是否还记得。进来吧。
未央姑娘。瘦吗？可是瘦了，你倒是胖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尹老爷他是个疯子，他专门跟踪三少爷。昨天要不是他跟踪我，我根本不可能关在这个地方。这跟辛苦大牢一样，又冷又饿的，我都要饿死了。魏姑娘，那个尹老爷是谁？就是他。他？他是李大哥，是个好人。好人？对啊。可以走了，赶紧走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姑娘。姑娘既是神医，懂易容术吗？不懂。那姑娘可否知道有人懂易容术？这是第二个问题了。哎呀，未央姑娘，你就说吧，李大哥真的是个好人。这世界上呢，会易容术的还是不多的。这是一门包含医理在内的五门绝学。我师父告诉我说，这个世界上会易容术且能骗聚于江湖高手的也只有一个人了，他叫做云梦仙子。不过，他早就隐居于江湖，生孩子去了。哼，怎么样，尹老爷，我的回答您还满意吗？告辞。哎，未央姑娘，云梦仙子，我听说过这个人，但是不知道他懂易容术。后来。她好像嫁去了岭南。我懂李大哥的意思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凶手易容成未央姑娘的样子，然后再去杀人？谁这么缺德呀？哎，未央姑娘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这是什么？好香啊，什么东西啊，未央姑娘？李大哥，李大哥，他这香里有毒啊，未央姑娘，算了，还是给你吧。不过解药是只有这一颗哟。李大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，我先吃了。哎，未央姑娘，你再给一颗呀，李大哥怎么办啊？喂，李大哥，李大哥。进。殿下，有人在麒麟山一带发现九天玄女。那胡一虎呢？还没有下落。你先带人上山。我随后就到。殿下，李世民已经开始纠结人马。准备赶往麒麟山，他们要去搜九天玄女。哦，他果然中了圈套。那我们是不是将剑客山庄一网打尽？
先想办法抓住他，再来对付我二哥。吉林山树林密布且地形复杂，想要拖住他们应该不成问题。说吧。薛姑娘，你笛子都吹完了，你赶紧救救李大哥吧。救他？对啊。救他可以，不过有个条件。哎，你先救他，有什么条件让他自己替你去完成啊？他？对啊。万一他跑了呢？哎，薛姑娘，过来。先救他，然后啊，再给他下个什么七日断魂散之类的慢性毒药，不就行了吗？哎，有道理。嗯，李大哥，解药，赶紧吃吧。飞扬姑娘既可牵手夺魂，亦可妙手回春，李峰着实佩服。佩服。你大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些没？这解药呢，有两颗，所以你还得吃一个。对对对，还有一个。这第一颗呢是解药，第二颗是七日断魂散。看我干嘛？是他让我喂你吃的。我，他我。哎呀，今天的风景好美啊！如果你想要解药，就必须再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姑娘，如今长安大乱。我还要去查犯人。查犯人关我什么事啊？我不管。你呢？要想活命，就必须再答应我个条件。但说无妨。帮我杀一个人。什么？你，李大哥。孟尝东出关，鸡身犹鸡鸣。我答应你。快走啊！不信我毒死你啊！
这到底什么地方呀？贱人住的地方。九天玄女宫，你到底让我杀什么人？我的老邻居红素儿，整天就知道偷我的灵丹妙药。不过我怀疑你之前给我看过的画像就是他。那莫非是红素儿的仇家来过了？我才不管呢，一定要找到他。梅公，这怎么出也出不去呢？跟鬼打墙似的。是啊，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哎，前面有个砍柴的老者。老人家，这树林是什么阵法呀？我们如何才能走得出去？老者，怎么还是个哑巴呀？梅公，他应该知道出去的路。梅公，不如跟着这个哑巴走走看。我看行。好，老人家，前头带路吧。走走。醉翁意，好名字。梅公，我们在树林里面走得口干舌燥的，这里酒香四溢，不如进去喝一杯如何呀？我看还是小心为妙吧。有我唐门在这里，花掌门难道还怕有人下毒不成啊？走吧。唐帮主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那还等什么？我都渴死了。梅公，各位帮主，那我就先喝了。啊，好酒啊！梅公，八门主。怎么样？果然是好酒啊！不好，酒里有毒。诸位，都是来找九天玄女的吧？你是谁？你们呢？在下岭南贺氏长子贺若兰。你们有何居心？Thank you.
拜赐殿下，三皇子，别来无恙啊！小王知道你们今天会上山，特意的来助你一臂之力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，把人抬出来。看到没有，本太子帮你们杀了九天玄女，你们该怎么感谢本太子呀？九天玄女，你如此毒杀我们，是何目的？二弟，侄儿，哎，二弟，你来的正好。我们帮你杀了九天玄女这个妖女，你就是这样帮我的。二哥，我们如此帮你还怪罪于我，那咱们就兵戎相见吧。你们先毒杀众人，现在又要将我置于死地，究竟为何？为何？我告诉你为何，你把持朝中兵权，我们兄弟早无立足之地。这就是为何。大哥，我且问你，刑部示恶，长安杀官，天谴一众勾当，是不是都是你跟三弟做的恶？嘘，贺若兰，告诉他真相。正是我们所为。在下岭南贺氏若兰，此事让殿下费神半月有余，实在惭愧啊。岭南贺氏一族招兵买马，妄图造反，你们勾结叛党，制造天谴一案，该当何罪？二弟，等你死了以后，这天下都是我的了，岭南一族自然就是我的人，谁敢说他们是乱的？好，岭南一族是你的人，你又知父皇于何地？叛臣贼子，其罪当诛。哎，二哥，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。可惜，跟我们兄弟不是一条心。今天我就把你们全部杀光。三弟，你们大势已去，还是随我回去见父皇吧，向父皇坦诚一切，我或许会念手足之情，留你们一条生路。
二弟，旭明，你看，是他拔的刀，是三弟拔的刀，跟我没有关系啊。我们没有放走四大恶人，而且也没有杀那个大臣，全都是贺若兰一个人干的。他是最近才跟我们接上头。贺若兰，你接近我们，是不是就想陷害我们呀？二弟，你相信大哥，大哥不会害你的。是他，是他。呀！又是你！救人心切，情非得已，背后出刀，多有得罪。里面还有几位前辈一息尚存，快救人！陛下。呀，两个不成才的畜生！陛下，现在朝中大臣都在议论废太子之事。朕心中有数。孙从礼，传朕旨意，尚书令李世民破获天谴案有功，胆识过人，忠心可嘉。即日起，晋封秦王。太子李建成，三皇子李元吉，
禁足东宫，没有朕的许可，不许出宫。奴。见父皇。凶手必是秦王。少卿不要胡思乱想，你毕竟还是大理寺的官爷。我知道，是不是我大哥的死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，他们就把他灭口了。这样也好，也许这是一种解脱。你终于来了，让你背罪，本王不会亏待你的。这是几位大臣的必经之路，把九天玄女易容，让她去完成。你身份特殊，不能暴露。我的几个心腹都不知道你的存在，包括秦。是。殿下，这赤罗琴知道咱们之间有来往，猜到了八九分。他很忠心，但他绝对不可能接受我跟你们合家联手。因为你们在岭南滥杀无辜，做大事不能拘小节。你送秦走吧。好。等等，秦的功夫很高，你根本赢不了他。只有他最亲近的人，才有可能得手。殿下，张梅山他们发现了九天玄女的踪迹，速去将九天玄女灭口。
然后通知太子和齐王，诱他们上山，让他们误以为可以将我们一网打尽。情是谁杀的？上古时候，两个在山林中行走的好汉，要想知道对方是敌是友，都要以比武来试探。还你九千。你这把短刀够喝几百碗的了。有些事有舍才能得。秦是一个不重大局的人，做大事要懂得抛弃，懂得取舍。我为天下苍生太平有功，需要同不同的势力来。为了南方百姓安居乐业，要让敌人臣服于我，这远比杀掉敌人牺牲的更小。今日天下虽稳，隐患却源源不断。要想百姓得安乐，共享太平，就必须利用不同的势力，产出不同的异己，实现天下一统。玉峰，你愿意助我得天下吗？我乃江湖中人，习惯了天地为家。入朝为官的日子不是我想要的，但是你若一心念天下百姓之福，我亦愿为此尽我绵薄之力。只要你开口，玉峰在所不辞。我想，我能成为让天下百姓永享太平之人。